凭住 Feel TV 口罩小姐选举夺冠而入行的浩南郑伊琪，早前已经晋升做人妻，还很快速地成为了妈妈。近期她就拍了一辑靓靓怀孕照片，亦都上载到社交平台上面，同网友分享喜悦。眨下眼，原来已经相当接近 BB 出世的日子了。她发文表示，还有九日就见到小 B 了，希望生完之后伤口尽快复原，一切顺顺利利。